但是预知知道自己的吉凶，我反而不太好，干脆我不知道。所以我跟我的本尊讲，不要告诉我一些不好的事，也不要告诉我一些好的事，通通不要告诉我。只有我想知道某一件事，我招请你，你才告诉我。所以师尊知道自己的寿命，知道的。我问他，他告诉我，我是知道的。所以我也不讲我自己寿命多少，总是啊，我的寿命也不是很长啊，跟大家讲，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我们相聚的时光，要珍惜，因为师尊的寿命不会很长很长啊，不会很长很长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